是，这要看缘分啊、哦，有的缘分自然会走到一起。哦 ，OK， 那一切随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小波有一段的表演，这个表演呢也令他获得了这个加油好男儿的这个奖项的。2006年的时候，那这一个表演呢，就是他用手语的方式来演绎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当然呢，主办单位很贴心，也邀请了两位特别朋友呢，跟他一起加入哦，来演出这个《你的眼神》这首歌。来，我们有请两位朋友。来，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的，都准备好了，来，把时间交给宋小波。我从小喜欢音乐舞蹈啊，我看着电视，我这就模仿，就慢慢就现在能上台表演了。哇，果然是多才多艺，好不好？赞同。好，谢谢小波，辛苦的待会来休息好不好？谢谢。